去磨合、去是。妥协、去努力付出跟经营。对。所以我觉得当然是先抓住机会，然后人的事情我们之后再说。对，就会觉得如果是现实生活的你，就会觉得决定去上海，不管那边的工作或者对象搭或不搭。因为我高中就是面临要继续求学，还是是。要休学来当艺人，我就嗯，是选择了继续做我的工作。对，也谢谢你的继续，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么好看的童年那也哦。是赌注啊，就像是，这部戏一样。对，所以我们也要今天我特别有一个这个要给这个郑如薇的方案，我们在方案当中呢有三个不同的选项，我们要请郑如薇来选是选什么？看。这个选项呢，就是郑如薇，如果让你选命运、机会还有欲望，你会选哪一个？对不对？哎，你不行，哎，你真的你要配合一下我们好不什么好？什么什么怎你么要怎么了？直接抽出而来？且出来的人是谁？你要先不能看，你要先说哪有直接抽出好，对来？不起。你不要让我喊三二一，请抽。不是，还有这种环节当然有，？OK，对，我选你要的选哪一是个？命运呢？还是我机会？还选是命欲运望？啊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机会真的就，机会就没办法，就命运感觉是安排好的，机会就有时候就是。看运气的对，感机觉会其啊，实是在命运中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欲望是他的欲望是什么啊？我你知道，通常来抽塔罗牌的时候，就是抽就对了，没有问那么多，不是，好不所以我好？刚抽，你又叫我放我入，不是什么放入，可以抽了没啦？还没，我说还你当然可以抽，但是你要等我 Q 一下嘛。他没，我就已经 Q，抽出来，我们就继续了，好不对，而好？且你铺好我们的他道是具了，他谁？才请抽。哎呦，好，你就抽出了命哎。运。这个命运就开不真开的心？抽中了汤有燕哦，汤有燕这个角色是可以给你很稳那定欲望家是谁庭的啊？他，但是欲望是你吧？为什么不一定哦，看他一长得下很哦，欲可能望。欲望，不是欲哎，望是吴不是，乐月琴。琴，对，吴月琴，但是有吉他，那所以原来你是机会。机会，哎呦，你看。来，你干嘛收回去？我们想看一下机会上面的那个你陆说思这个敏，吗？你看，对，容易抽说，我们可以满足你无限的欲望哦。好，刚刚他抽出的是命运的汤有燕，所以我们特没别有准套备好了，招哎，完全没有。我真们刚的本来没想有，要叫开你开抽心。机会的，来，我们特别准备了这一束康乃馨，代表的如果家我没有庭。选到他，不是很尴尬吗？没有啊。没有选到他，反正我们不管怎么样，花道具都买了，都一定要送嘛。好，来，我们先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麦克风，然后好富不健好？哥想说，为什么没有我？我们把待会儿三束花都送给富健哥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先请汤有燕把这个花送给选择你的郑如薇，先放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既然宣传照都拍了嘛。好，谢谢。你可以亲密一点吗？这样好像在那个什么毕业典礼的感觉，也哇，接那么高对级！啊，两位是在里面饰演是小情侣，好，来正中间，好，来左右手边帮我们看一下，好，还有左手边，谢谢。那我们看那个陆思明跟吴月琴花拿得那么认真，我们也一起送给郑如薇，好吧？送给陈琳，帮我把大背板收一下啊、哦。好，陆思明的这一朵这个玫瑰花，是代表的热情跟感情啊。那月琴这个是满天星，来一起送你啊。我们四个人一起拍一个，先拍一下下。好，然后这个满天星也代表的虽然是一个很可爱的照会这个小男生，但是也是充满了无限希望的感觉哦。哎，麻烦站在前面。来，郑中间。谢谢，那我们再全部一起拍个大合照，好不好啊？来，我们靠近一点点，谢谢。花要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正中间。好，来，正中间。也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再次分享一下哦，这么棒的作品，在10月7号起，每周五的晚间10点在台视，以及每周六的晚间10点在八大，那爱奇艺的是网络的独家播映，谢谢。好，大家的最右边，来，视线可以中间一些些。好，
在这里边。那当然我们有这么棒的作品，还是要再次谢谢小弟老师，谢谢天然导演以及玉婷姐，我们邀请三位我们一起来拍个合照好不好，谢谢。以杨丞琳为中心来，我们都扣着前面那一位的肩膀。老师让我们肩吗？你觉得小弟老师他都已经摆好这个 pose， 他愿意移动吗？好，来，那个陆思明你搭着那个杨丞琳的肩，然后吴月琴搭着陆思明，好，谢盈萱搭着那个好吴月琴，好来。然后小弟老师要把腿翘起来，好，这个好，非常性感的一部片啊、哦，好来，正中间再帮我们看一下，中间呢、哦，正中间。好，来大家的右手边，我们最右边开始哦，视线慢慢往中间移，然后再来，再靠近中间一点点，好，再来正中间，好，再来左手边，好，再来最左边的地方，谢谢谢谢小弟老师，谢谢导演，谢谢。